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沉醉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，如影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在月光如醉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你又出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。大家好，那么这一课给大家讲一下贝加尔湖畔啊，那么在这一首歌当中呢，啊，我们变调加啊，你可以加在第二品啊、第三品、第四品、第五品都可以啊，如果你不加变调加男声唱的话，那么肯定就很低了啊，就很低，最好是加个第三品啊、第四品、第五品的、啊，然后第二品这个地方啊还是有点低啊，我唱的就是加第二品这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往后面加，往后面加啊，尽量加。好了吗？这首歌特别简单的，那么和弦也是比较简单，右手指法也简单的，右手指法就是一个5323 1323 4323 1323，然后6323 1323，然后加上左手的和弦 AM 和弦、 D 和弦、 G 和弦、E 和弦，还有一个 B7、然后还有 G 大7。 OK，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首先前这部分有一个啊 1234567 8小节啊，A 和弦按主奏弹5323 1323，然后换 D 和弦啊，然后再来个 G 和弦啊，啊，这是和弦转换啊，啊，啊，这是一个 B7，然后 EM 和弦完了，啊，最后那个波浪符号就是刷一下，大拇指从第六弦向第一弦这样刷。或者是食指从第六弦向第一弦这样刷一下，好了吗？这个和弦转换呢？啊，和弦转换来，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下，好不好 ？A M 和弦按住之后啊，5323 1323，然后 D 和弦4323 1323，右手先弹了一个，左手我们就先按了一个4323 1323，
然后记和弦，对吧？啊，六三二三一三二三，中指这个地方最后按啊，最后按，因为它没有弹到啊，对吧？那么同样的 D 和弦换记和弦，来六三二三一三二，然后 E 和弦 ，E 和弦这个地方我们先按食指，因为先弹的是六，然后再三，对不对？六这个地方不需要按，弹三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按了，按要按食指。啊，六三二三一三二三，然后中指和无名指，那它没有弹到，我们就最后按六三二三一三，然后再来一个 AM 和弦 ，AM 新按第三，啊，然后三和那个中指和食指可以一起按，啊，这样一起按啊，啊，中指和食指一起按，啊，中指和无名指一起按啊，中指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无名指一起按，然后食指这个地方啊，食指这个地方我们按住第一品的第二弦来。五三二三，五三二三，一三二三。OK， 在换这个 B7 和弦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换 B7 怎么换？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按住 AM 和弦换 B7， 中指直接拿上来，按住哪里呢？按住第二品的第五弦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然后食指再拿上来，按住这个地方啊就可以了。无名指这里是没有动的，看到没有？来看一下啊，这是 AM 和弦，对不对？然后换 B7 啊，然后中指拿上来，食指拿上来，对吧？然后小拇指按下去，无名指是没有动的。来，再看一下啊，三二三一三二三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大家去练习一下，去试一下啊，自己感受一下，然后唱啊，在我的怀里，里的时候再开始唱啊。这个理的时候我们要换这个 G 大G 和弦， G 大G 和弦你可以这样按的，这样按 D 和弦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中指这里不要动啊，然后把无名指拿上来按住第三品第六弦，或者是啊中指这里不要动啊，或者是你中指食指无名指全部放开，然后直接按这个造型啊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要稳一点啊，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些朋友按不了啊，弹不稳，那么你可以这样按，对不对？在你的眼里，在你的眼里，在你的眼里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要先按无名指，先按中指这个第六弦啊。力量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。然后第二段了啊。这个地方是一个 E7 和弦， E 和弦直接按的，对不对？ E7 和弦直接把小拇指按在第二品第三弦，第三品第二弦就行了。啊，看一下，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。第二段照亮整个夜晚，亮的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试成一个 B 和弦，看一下 B 和弦怎么按的。食指按住一二三四五六弦所有的弦，然后中指按住第四品的第四弦，然后无名指按住第四品第三弦，小拇指按住第四品第二弦啊。它那个标的上面呢，它标的只是这个地方，标的是这个第一弦的第二，第一弦的第二品和第第五弦的第二品啊，它这样标的啊，不是叫你去按这两个啊，而是这样一起按啊，食指一起按，这样一起按，看到没有？一起按，而不是这样。你看你这样按的话，你怎么去按这个 B 和弦啊？这里根本就按不了了，你不能这样按啊，是这样按的啊 ，B 和弦这样按的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后面呢，其实就很简单了，都是一些前面重复啊，重复又重复的一些东西啊。我最主要的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就是基本的和弦转换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G 大七啊，你可以这样按啊，然后你可以这样按 G 大七 ，G M A J 七啊，这个 G 大七啊。然后还有这个 B 和弦啊，你可以这样来按这个 B 和弦，就是 B 和弦啊，是这样按的啊，大横按啊，大横按，不是这样去按的啊，不是这样，你这样怎么按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这样按的，好了吧？贝加尔湖畔这个歌啊，相对来说啊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比较简单的，希望大家去着重的练习一下这个两个和弦以及它的和弦转换啊，以及所有的和弦的和弦转换。OK， 那么这一课啊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。